次离家出走。凭什么什么都是我弄的？不是你弄的，那是谁弄的？弟弟呢？怎么不说是他弄的？怎么一直说是我弄的？你爹那么小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弟，你们眼中是不是只有弟弟了？好，那我走。Oh my god！ 你有本事走了就不要回来了，不回来就不回来，你就我稀罕了。我再也不要回这个家了，我就算死在外面，我也不回去了。哎，我行李忘记拿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喂，小梅，我能去你家住吗？啊？可是今天是我爸的100大寿，家里面人太多了，都住满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小鹿。哦，那算了吧。马上要天黑了，万一有鬼出来怎么办呀？想想都好害怕哦。好害怕，我想回家了。不行，他们又给我打电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。Later。怎么回事啊？我都出来一天了，他们还不给我打电话，就不怕我在外面出意外吗？一点都不担心我。不行，我得偷偷回去看一下，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到底还是不是他们亲生的了？怎么还把门给锁了？要不我打电话问问？不行，这样好没面子。反正我是不会主动打的。喂。